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来分享他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离不开物质的供应，我们穿衣、吃饭、学习等等，我们都需要有物质的供应。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知道，物质会剥夺我们的喜乐，会剥夺掉我们的快乐。当然了，物质本身是没有错误的，物质是好的。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当然这个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传道书告诉我们如何正确去处理物质的智慧。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传道书第五章十到二十节。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今天的经文是传道书五章十到二十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十到十二节，在这里说到，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丰满却不容他睡觉。在这里，传道书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景象，谈论到了一种贪婪。当然第五章前面的部分第八到第九节也是在说了一种贪婪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在这里，传道书将这样的一个主题给加深了，让我们看到贪婪所带来的这样的危害是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物质、金钱以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很多人在不停地去寻求这种物质物质本身是没有错误的，只不过是我们贪婪之欲产生了对物质无限制的这种追求和这种贪欲。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是贪爱银子的不得因银子知足。虽然我们很喜欢金钱，我们很喜欢物质，我们不停的积攒积攒，追求追求，可是最终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并不能够从这种物质当中得到满足这是虚空。我们不知道物质到底能够，我们拥有多少才能够满足了我们。也许今天我们有了100块，我们想要1000块，当我们有了1000块，我们想要10000块，等等等等，
这种物质欲望在不停的随着我们得到物质的多少的时候不停的增加增加，所以在这种贪婪的欲望当中，前面也说过，就会产生不公义，就会产生欺压。所以使徒保罗这样说道，我们没有带来什么到这个世界上，也不能带去什么，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我们通过保罗的话和传道书的话也可以看到，贪念是剥夺我们快乐的刽子手。如果我们太过于贪恋物质，我们这个人生没有快乐，没有喜乐。传道书告诉我们说，是贪婪使得我们的人生没有快乐。保罗告诉我们，贪婪使我们陷入在灭亡和败坏之中。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是保罗在提摩太书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因为贪婪，我们就会沦落到这样的苦难当中，愁苦当中。当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教育过我们说，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富有，而不是在神面前富有。上帝耶稣他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我们在记录在新约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是我们不要去贪恋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我们不要在人面前富有，真正的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富有，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富有意味着我们可以得到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反思我们自己，我们现在的生活的中心是什么，我们是否过度的去贪恋这个世界，我们以这个世界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等这个世界的各种世界观占据着我们的心里。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到底要意味着我们要做什么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至于一切他都加给我们了。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建立圣经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陷入到这种贪婪当中。我们不要贪恋，不要贪婪贪婪带给我们是不快乐的。传道书在整个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超越这个世界，进入到与基督为中心的世界当中，所以这样的生命才能够获得快乐。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在上帝面前寻找我们生命的价值，让基督为中心，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以基督为中心。所以物质是好的，我们可以寻求物质，我们可以挣钱，但是我们不仅要问一下，我们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如果我们赚钱，我们学习，我们获得更高的学位，我们拥有很多的物质，这一切都是为了自我的话，满足自我，在别人面前变得富有的话，这是虚空，这是毫无意义的。当然如果我们是为了上帝的国度变得富有，我们为了上帝的国度而读书，那是有意义的，那是永恒的。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我们来看第十八到第二十节。第十八节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因他的心使他喜乐。在这里传道书给了我们一个另外的一幅景象，这是一个积极的景象，从前面的贪婪一种消极的景象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积极的景象当中。在第十八到第二十节相当于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如何去生活。这一部分当中，传道者给了我们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整个第五章当中给了我们两种生活方式。第一种，我们的生活目标以物质为中心，我们消耗我们的生命，无休止的去追逐物质，最后的结局
传道者告诉我们说，我们得不到满足。就好像前面金杰说的，我们不停地贪婪这些世界上的所有的物质，贪爱银子，追求货物，但是最后我们得不到满足，得不到快乐，最后是虚空。这是第一种选择，传道者告诉我们这样的一种人生。还有一种选择，在第十八到第二十节告诉我们另外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就是我们的人生与上帝为中心，努力的从上帝给予我们的工作当中、学习当中去发现快乐，从上帝供应给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去找到这样的喜乐。所以这是第二种选择，无论贫穷无论富有，我们都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去满足我们现在的环境，这是另外的一种人生。两种人生形成了两种对比，两种人生形成了两种结局。第一种人生在物质的欲望当中灭亡，虚空毫无意义，这是短暂的，因为在最终的时候我们带不走什么。第二种人生，我们享受每天的生活，我们敬畏上帝，与上帝为中心，我们无论生活当中的每一件小事，无论贫穷也好，无论富足也好，我们因着我们所得到的，我们感恩，我们喜乐，这样的人生啊，充满快乐，这样的人生充满永恒，我们站在的人生当中获得意义，这是两种选择。所以耶稣把这个道理也说得更清楚，他要我们说是，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天空的飞鸟不耕也不作，你们的父尚且养活他，何况你们呢？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当我们与基督为中心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些东西，常常献上感恩。使徒保罗也在这里告诉过我们说是，我们要常常喜乐。我再劝一次，我们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意味着什么？常常满足。我们只有常常满足，才能够常常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通过传道书的作者给我们两种不同的人生，我们要严肃的去思考，我们如何选择我们的人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不多，活得长的70到80，这是人类的平均年龄，最长的不过90、100。在这样短暂的人生当中，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如何去生活，如何将我们的生命发挥到极限，绽放出这样的光芒。所以我们需要去谨慎的选择，我们需要去选择上帝喜悦的这样的人生，就是这些先知们这些先知们、使徒们，包括耶稣基督极力劝解我们的人生观，这就是与圣经为基础的人生观、价值观，与耶稣基督为核心的人生观、价值观。无论做什么事情，为着上帝、为着永恒的事工去付出，这样是有意义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努力的去思考我们如何去选择。我们还要去选择物质主义吗？还要去选择消费主义吗？我们还是要去选择上帝喜悦的，以千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让我们获得丰盛的生命。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人类受到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等这样的一种诱惑，使得我们的生命变得残缺不堪，使得我们的生命失去了丰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找到丰盛的生命。主啊，你告诫过我们说是，我们要常常满足，享受我们的生活，享受上帝赐予我们的每一天，带着这样的心，我们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主啊，求你让我们给予我们一颗敬畏的心，敬畏主你，享受我们的生活。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